反正伟如其实什么都很好了，但是就是我让他皮肤再更好一点。好哎，好哎，来，伟如其实已经是我们也是不错、对啊，他就是我们的标准模范生嘛，就胶原蛋白多得不得了，对，好好，就是怎么样都是这么多。但是呢，随着年纪大了，你会发现啊，胶原蛋白虽然有，但是它有很多的纹了。对，因为他很爱笑，对，他就是会有这些纹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帮他呢，因为他又很忙，不是啊，应该说他很懒。他不要批评官，你看他连做运动，他就只选那个一分钟的时间，他不要去上健身房。他也不是懒啊。他就是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工作，对，没时间，没时间。所以呢，我帮他选了这个保养品呢，就两瓶搞定。哦，很简单。然后呢，也不需要技巧，擦上去就好了。好，因为擦上去你就会有效果。原因是呢，它本身呢自己就有很棒的渗透能力。就是我先把这两瓶都拿出来了。长得很粉红的这两瓶，它其实呢这一瓶很厉害，它就刚好得了我们今年那个女人我最大的赏的开价逆龄精华液，就是抗老精华液，开价是开价的，所以它的开价买得到。这一瓶先给大家看质地，哎呦，好水哦，这一瓶是精华哦，就像水一样，你们擦了。个人知道它真的就像水一样，它有点像水精华。他们家做水很有名，所以他们对水的研究呢很透彻。他们去申请了一个专利的成分，就超导激活水，还在呢首尔得了一个国际发明大奖。这个成分可以做什么呢？你们发现擦上去的时候像水，对，它是水加上三种呢天然植萃的成分，可以呢有非常快速的渗透力。然后它里面呢，它用了一个很棒的抗老成分呢，叫做植物硝胺醇，一定听不懂对不对？对对。它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当我们皮肤老的时候，我们的基因结构是在改变的。它可能比如说呢，原本排列的组合是很缜密的，所以皮肤就可以撑得起来。可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啊，它就会开始慢慢的衰老，然后那个结构就会崩坏了，就会这里垮，对，那里垮，纹路出来，对对对对。可是它可以呢，利用这个植物硝胺醇呢，帮你把这个结构重新再组合起来，变成比较像年轻的肌肤一样，所以你皮肤呢擦完之后就会很饱满，然后眼周也都可以带过，因为它很温和，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个很棒的，我们比较少听到的一个海底面萃取的藻类，这个藻类是什么呢？你把它拿出来之后，把它放到干燥。你给它加一滴水，它重新又长出来了，就是有点复活，所以它吸水力很强，甚至比玻尿酸还要强，这么厉害？对，所以你会发现擦它之后，皮肤就会非常非常的保湿，而且有紧紧的感觉。对，好了，伟如，你现在打开，大家来看它的两边，是不是这边提上来了？对。所以这一瓶很厉害，接下来你只要在这一瓶就好了。因为我们后续年纪到了，还是要有一点点，对，还是要有一点点乳液、乳霜的滋润，然后才可以延续我们皮肤刚刚已经擦完的这个光透感，然后还有紧实度。所以帮他加了呢，也是他们家的一个乳霜，看起来像乳霜。你们先擦哦，我要先给老师，刚刚忘了把那一瓶给老师也试一下。老师，你们先试一下这个。看起来像乳霜，你们把它推开。哦，不见了，不见，变水了，对不对？它很水，不见了，好水，而且变成水，它变水了，对，而且水珠哎，水珠，水珠，你看它擦的就变水珠了，变成水珠，变水珠哎，一推开就有水珠。这一瓶呢，所以我不建议。以前我告诉大家擦乳霜一定要在手温热，对不对？这一瓶千万不要，直接就点在脸上，因为你一推开，我推开给它，好保湿哦。推开它就像水一样，它就会变水的，好神奇哦。因为化开耶。对，化开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开始出水了。对。然后这一瓶呢，那我可以把它后擦。当晚安面膜，其实我觉得可以耶，因为它其实就叫全效霜，原因是它有多重功效，而且我觉得最棒的一点是呢，以前我们都很喜欢一个成分，就皮肤如果要亮一点点，会加维他命 C， 对，可是维他命 C 很怕它会氧化，尤其加在乳霜里面，如果你要稳定，你那个乳霜要做得很厚，可是它可以做到这么水呢，是因为它用胶原蛋白去包裹维他命 C， 哇，这么高纲。所以当你擦上去的时候，你最碰到皮肤的是胶原蛋白，胶原蛋白一融化之后，维他命 C 就自己跑进去了。所以这一瓶在开价卖得非常好，现在已经卖了超过百万瓶了。哇！哎，擦上去它的那个脸变好亮，对，亮而且很水，然后你就可以越擦越水。然后这时候呢，维他命 C 已经跑进去了，对不对？
再来他的四生态也要跑进去了，所以四生态是谁？是四姨太的堂妹。四生态是一个非常好的抗皱的成分，所以呢，通常比如说我已经全脸都这样涂完了，对不对？我会在哪里加强呢？眼周，因为这两瓶眼周也都可以用。好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刚刚的那个维他命 C 的那个技术，就是那个缓释科技呢，把维他命 C 也会一点一滴的再慢慢的释放进去，你会越擦越亮。好，你看一下。哎呀，嘴角的纹路差很多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好像小一号哎。有啊，比较拉皮，消水肿的感觉。身材紧实，脸蛋也不能松懈。他对保养品永葆紧致透亮的肤质，才能当最美的辣妈。